我是美丽调香，只把红夫人抬镜子抬我了，先往后走，拉开身位，不会迟到。说真的，这个阵容我不相信他会来追我。接着修机，结果镜转了，真来了。到这我懂了，他开局找囚徒没找到，修机位选鬼屋勾起来确实不好找。不过这局我们有两个修机位，选起点的作曲家，这夫人不想追的，好吧。微博出发了，拉距离往里走，因为闪现已经好了，越晚给身位越好，确定身位足够远可以下板子，也不会吃交互闪。往前走，看抬手。秒回之后翻回去，振奋给到了，很好。拉拉队员是调香的好帮手，听到抬镜子在脸上放香水，秒回再走拉距离就行。这一波要是没拉拉给振奋，就得叫飞轮，要是飞轮也没带，就得破香了。那其实也能接受，毕竟很多时候只需要稍微秀一下就能断对面的大节奏。不玩窗子不博弈，前面有板子我先去。有红夫人最基本的就是不能吃平地刀，确定他没反绕先下板子，刀慢了打不到。他不踢板我就绕，踢板子了我就走。他有镜子不怕我上滑梯，所以我不上了，往前拉走，准备进板等他抬镜子，抬到脸上了放香水，秒回不进板了再往里走。往这转好处很多，他镜子没法包夹，只能进转过来。还有就是往这撩，队友好修机，一点都干扰不到。来到这不怕反绕，这墙上有洞可以看他的位置，绕过来了我翻窗往帐篷走就行，这边板子都还在呢，溜得够久了，现在电机只差一台多了，该为开门战做准备了。手里有飞轮得留着，开门战再交。想让队友换刀具，但是抬头一看呢，没一个能换的，好吧。又抬镜子了，先躲，不着急进板子，也不往角落走，要不然进转了就吃刀。刀是要躲的，镜子是要废的，保持身距就行了。这个镜子快掉了，走到脸上人皇不躲刀，可惜没躲掉，镜子掉了我也吃刀了，有点亏。电机还差半台，没法溜到开机，除非叫飞轮再躲一个镜子，但是没必要。我还没倒过，飞轮必须撩，要不然开门战没法打的。开门战必须用飞轮废镜子才行，要不然容易被对面保平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队友都准备好贴门了，又得来救我。开门分四分，救人分也是分，救人再开门分更多。被救了还得溜，溜到队友贴好双门，溜到红夫人抬镜子，可惜他不抬，不抬也没事。开机加速，拉距离往电机桥那边走，这里离两个门都很远，他的镜子没法直接抬门口，跟上来了。我不往前走了，往这里骗一下，抬镜子就反走，再拉距离，这个镜像不好跟，只能进转过来。但是我飞轮已经准备好了，时机到了，该交了，就是现在。队友发消息，门呢马上开，溜够了可以消，往右走躲闪现，结果没交，下板子也没抽到，贴板躲闪现，结果切船了，那我走了，找地窖去了。门开了，现在船晚了，再想回来拦我的话也来不及了，我脸上就是地窖，传送一脚铁丝跑，所以他投降了。这把是约瑟夫，我开局被接拍，幸好没针对我。空军半血被找到，被追了，他的枪交过了，这里约瑟夫要闪了，飞轮躲了一刀，还是很帅的，可惜点位不太行，约瑟夫有回牌不好溜，这里被架住了，不翻板子要吃刀，翻板子有回输，还是得吃刀，倒地了。半血牵制吃闪现，很合格了已经。我离得近，我来救正合适，看抬手放香水，想骗他甩到我了，我就直接无伤救了，再跟上去扛刀给他机会二溜，他要进板子，但是我这来不及，必须得交飞轮。吸到刀气了，下板子再给我一刀破香了，都怪拉拉队员不给我争分。哦对了，这把没有拉拉，空军很凶还能溜，我来帮忙救金香。电机还是不够，空军挂飞了，约瑟夫来追我了，底牌切传送来的，好办，不用防闪现了，只防回牌就行了，在我身后呢再甩牌，现在翻窗怕他回我脸上给一刀，我倒了，那就不让他甩牌了，按着飞轮准备交，然后他不追我了，守电机去了。到了开门站，门点了七八十了，又传我了，板子还在，飞轮又好了，秒不了我的，这种板子容易吃刀，先下再说，看后边就行，等他来按着飞轮准备交，看拍手就行，一点不慌，可惜我是老年人手速。这把还没结束，他的律师治愈起来，点大门来得及开能走，关键是调酒师想赢想来救我，看得出他很坚定。约瑟夫在找人跑中场去了，一边甩牌一边找，回牌之后呢定位的是调酒师，突然一个猛回头，坏了，一刀斩马上结束了，选择来追我，身位很远，足够我走双十一的地胶，翻船上小船拦不住的，只可惜到这了，他告诉我说这里没地胶，这把地胶刷在大门那边，那有点不好走了，约瑟夫绕过来了，不让走那边去，想冲后门也很难，约瑟夫还有传送，不过他这把牌地胶给机会，给了很大的身位，那我直接点慢走，不露血迹卡视野，他跟上来看不到我，血迹呢是往前的，而且消了，以为我出门了，果断传送落地给调酒师一刀，不让扛刀，然后调酒师走了，耳鸣消失了。
往外走一走，还没有，没过来，这时得回牌。再往前探一下，这没过来，这时必须回小船拦一波。回来了，但是晚了，我已经爬到地窖附近了，快走门吧，地窖分是我的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关注呗，给个3连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